看完了娱乐圈前戏之后，接下来就是鬼圈最新的阳光姐妹撕系列。戏里是稳定的邻里情，戏外两位大姐维系着亲亲抱抱的稳定关系。然而看似情比金坚，那边刘涛粉丝却因为白玉兰奖的双女主提名而彻底暴怒。先来看看刘涛家列出的奖金两大罪是否属实吧。第一，啥也没干就成了女主，欢乐颂开播至今，涛姐宛若巨娟。但微博的案例确实是舞美中最敬业的，奖金的案例则并不多。而今年年初凭欢乐颂获得女配角奖项的她，这次白玉兰奖一下成了女主人选，涛姐大女主地位不保，粉丝们不乐意可以理解。不过好歹他们还是上榜了，王子文、杨子得的是最佳女配提名，人家乔欣连个女配提名都没份呢。第二，全网撒通稿捧一踩一，来看看涛粉们甩出来的证据。蒋欣甲现实号令各水军怒夸蒋欣演技，这一点无可厚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不过看着全网统一的标题，蒋欣演技有多好，刘涛都承认不如她了。传说中的60万通稿可见一斑，这一点蒋欣大姐姐是真心无法洗白。毕竟她在新闻标题秒杀别人也不是一天两天。范爷、迪丽热巴、林心如、柳岩想秒杀谁秒杀谁，抓住涛姐一句谦虚的话来做文章大肆渲染。我心界看似樊胜美，实则是华妃两两附体啊。再翻看欢乐颂在各大官网的简介，主演先后顺序是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根据各大影视剧排位规律，谁靠前谁就是当之无愧的女一。再看看欢乐颂海报的宣传图，涛姐妥妥的 C 位呢。然而姐妹之间，除了方位、口碑、奖项要争，闺蜜情这种东西也能被拿出来斗。前几天唐嫣和她的新闺蜜吕一唱着歌上了热搜，今天堂堂的昔日闺蜜杨幂也非常不刻意的甩出了和周笔畅摸胸的聊天记录。估计大幂幂的内心戏是：你有闺蜜陪你唱歌，我和我闺蜜直接撩裙抹胸。麻烦各位在评论区的蜜蜂不要急着夸你幂多耿直可爱了。听听这位网友说的，能不说话了吧？周笔畅不艳压你，所以跟你关系好；唐嫣其他都艳压你，所以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呢。这年头不艳压不抢戏的才能做好朋友呢。不过唐唐和杨幂的友谊也就8年，萧亚轩那边16年的闺蜜也翻船了。最新的矛盾疑似是杨锦华将经纪约签给了萧亚轩已经翻脸的前经纪人。萧亚轩一再劝说无果后，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我说你们俩一个37，一个39，都老大不小的了，隔三差五吵架，能不能省点心啊？学学我们范爷和舒淇姐姐随手咔嚓合个影，轻松博一个美美大的头条，何乐而不为呢？自2007年开始，范爷和舒淇就屡传不和。先是舒淇抢了范爷的杂志封面，讽刺范爷没有作品蹭红毯；再是范爷宣传新电影，刘烨的评论被李晨批评不礼貌；而后舒淇力挺刘烨，两位女神多年来零互动，如今在戛纳合影破片，只能说还是头条的力量吸引人呢。看完贵圈这么多勾心斗角的姐妹撕逼戏份，老爹最后还是要请仙女出山，净化一下心灵。最近活成高仿号的赵丽颖，用表情包的方式维系着和好友间的距离。今天在娜姐下发个哈哈哈，明天就和周冬雨直接开动。其实真正的姐妹情就像是简单的喜欢你三个字一样，不用天天贴脸发合照，也不用象征性的转播支持。赵丽颖凭借表情包稳固各路姐妹情，口碑头条两不误才是流量女王的正确营销方式。好了好了，今天的老爹八卦就是这样子，明晚8:18不见不散。